八月二十七日晚，孙怡在微博晒近照并配文，我说你给我拍张照片。照片中她戴棒球帽，露出半边脸颊，胖嘟嘟，看起来非常可爱，孕相十分明显。随后老公董子健在微博下秀恩爱，留言回复，我是沙发女神。网友也纷纷留言，赤裸裸的一碗狗粮啊，狗粮吃饱了，我要挑战董子健。